刷拉卡，给我站出来！好啊，我叫你给我站出来！啊！哦呦！哇，被抢了！都一直在死掉了，好像不是很划算，因为一直一直都被炸。哎，对了，魔豆，你刚刚怎么了吗？什么怎么了吗？没有，我看你忽然间离我们好靠近。想你们啦，想着你们同一队，有没有窝心？觉得窝心。先 Q 再 R 会比较痛，我知道啊，可是。Q 的距离是这样 ，R 的距离是这样，所以有时候可以先 R 过去再 Q 一 R， 这个距离是有差的、啊。不不不不不，朱古力买闪二了没？买喽！一出就买啦！我都出来玩一玩啊！我出来啦，在这里。好。哦。哦，真的是，好爽。我每次一被抓到，就觉得快窒息了。觉得这世界变一片黑。对啊，有一种世界白的感觉。听起来还不错、啊。是世界白吗？世界白什么啦？就是世界白白啊！哇，夸张，要喷他了！哦，哇哦！为什么他默默就拿了一个喷他、哦？这个小蓝啊，一定是买了都没有在喝。小蓝不行了，小蓝，我要把你喝掉了，这样才会真正的感受到他的幸福。我都，你相信我吗？嗯，相信啊，怎么了？好，没有，我不相信你。希望你可以信赖我。好，我现在相信你。好，五秒钟过了之后就不相信。是啊。哦，走开啊！啊！为什么你可以补血补这么多？什么？你可以这个样子？ Yeah, 我不管你是谁，要你好的。好的，我真觉得我的眼睛都放在杀你，好像不是很好。对啊，我也觉得。开始要看看这场比赛要如何胜利。宝草就跟你说过，我进步很多了，好不好？尤其是逃跑技能点满。好，
是被谁卷死的？我是被你卷死的。对啊，我都没看到你来卷我。因为我就已经要残血了，可是我知道你也很残血，所以我觉得我的目标就是只有一个。唉，小小的命等同于魔豆的命。没有，我还耗了你们很多人的血。好，小小的命高于魔豆的命。好，可以。好难过。有一个小队长问说有没有显示你的本名？没有啊。什么显示本名？然后他就问他的 LINE， 我的 Twitch 只要订阅我，我们就在一个 LINE 的群组聊天。干嘛？你想要？不，你要订阅才有办法。我没有打算订阅你。觉得难过。好吧。我以为你是那种会为了朋友，然后会好好的支持鼓励。改天讨论。这样我知道了。我不要杀我啦！我订阅你。这好像在收买，好，没问题。哎呦，绝对不会杀你啊！你讲什么啊？订阅这种事情啊，小视频嘛。好好好，一定火的，一定火。好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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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好可爱，好棒。我觉得我们要慢慢来。慢慢来。不能再那么快的进场，这样子不行。这次的零趴你会去吗？会啊。我们的万圣节 party， 看。这样子慢慢的拉打就对啦，拉打，拉打，小拉打，什么？订阅换取活命，结果你们盖完就打我啊 ？OK 啊，能不能这样？你看我这样死亡，这个塔就可以拿下来 ，OK 啊，赚啊，就是要这样。应该出个这个，挣扎一点，坦命。吓到，快逃哦！冲啊！冲啊！被冰到了，撞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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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撞撞到抓不到。我们来看看机器人他要表演一个神 QQ， 这个神 QQ 会影响哪里我也不知道。神 QQ 都是冰啊，机器人哦。人妖石悄悄啦，说啦卡，我只在十二滴血，是不让我活，抓一个，
抓一个。蛋是蛋，没关系，那个蛋还是破。啊，老鼠！好猛！哇，两个精彩的对峙啊！那卡玛感觉好好吃哦。为什么是卡玛好吃？葡式酱烧乌贼饭。好可靠、啊。冲啦冲啦冲去啦。是时候该结束这个闹剧了。魔豆。啊怎么了？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好了。我要来咯。啊。骗你的。最好是可以一打五啊，你们这些人。我们在念念那个盖伦，那盖伦好可怜哦，哦，居然还嘲笑他，没有啦，这样不行啊，我都，哦，那不行啊，小狐狸，到不到我的阴影。怎么不行了？我觉得还行啊，还可以啊。你不能总是想杀我，还是只是因为我比较好杀？都是。好，懂。这样有没有觉得很开心？都满足。有，好感动，快哭了。不用哭，不用哭，能让你感动，这是我的荣幸。哦，帅气的室友要开始弹贝斯了。表演时间。哦 ，no！ 哎，结果被偷了两颗头。不要过来嘛，盖伦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啊，有话好说嘛。好远哦。加速。有话好说。哎，我的啊，速度还是太慢了。会一直累的吗？哎呦，我卡，真的假的？我觉得还蛮顺的。为什么我的队友故意等到我死了，然后再把珠宝给打掉？我觉得这个怪怪的。哦，我听到你的室友在弹。对啊，他在弹贝斯。这样我是不是要跟他尬一下？你最好是会啊。等我一下，我会，我会。哦。如何？嗯，能感受到我的厉害吗？是不是还不错？实力差一大截啊！实力差一大截哦！你说我与你的实力吗？嗯，好吧，哦、这么说也是。哦，他们有说刚刚兵营复活，所以他们就回去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看我的伤害有够低啊！完全都是队友的 carry。对不起，我是个烂索拉卡。你不要这样讲啦，我难过。你不要说自己很烂很废，我觉得你不用这样说自己。好，懂，知道了。对啊，你不要说你自己不该被生下来，不该存在这个世界。